Rolls Royce。老子。Rolls Royce。Volvo。Rolls Royce。想了解这台车更多配备，请点下面这个网址。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各位大家好，因为这一次想不到梗了，所以这一次就正常介绍，但是影片最后还是有彩蛋，要把它看完哦。那跟你们介绍这一台是2021年最新的 X40， 它是 B5 的版本，它是最顶级的，有250匹马力。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，一样最具代表性的雷神之锤的大灯。那它同时是获得2018跟2019的欧洲年度风云车，还有现在2021年的最佳家庭 SUV。 那我们进来看它的内装，内装的部分有 HK 音响、盲点侦测，那还有 ACC 的部分。那比较特别是它还有 Clean Zone 的功能，这个其实也是 X40 为什么可以夺得这么多的年度风云车跟最佳 SUV， 因为这不管在台湾可以过滤 90% 的 PM2.5， 那在欧洲的部分也可以过滤花粉，以及它有 QA 无线充，还有脚踢感应尾门。那因为 X40 它的感应器是中间偏左边的部分，所以脚踢要在左边这一侧，它才会有反应。那如果这是老婆在看的，影片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。那如果是老公跟男生在看的话，继续看哦。摄影师来，看这里还可以藏，还有一个空间，以后你们的私房钱就可以藏在这里，还不会被发现呢。从12月1号开始，于 SUM 冠达汽车官网中找我预约 ，yes 认证赏车者，即赠送500元保养金。实在就是 SUM。